这是一部很特别的片子。有很多时候他，我在拍的时候，有很多时候，我可以重讲吗 ？Keep roll。啊，再讲一次。这是一部很特别的片子。这部片子是在讲，就是一个叫张新阳的一个女生，她是一个混血儿，台湾和法国人的混血儿。她没有见过她的父亲，然后她在片子的一开头，她的妈妈和她好朋友的爸爸结婚了，于是她有了一个家庭。她的好朋友小卢变成了她的姐姐。姐。我可以跟小罗分手。你想我可以分手吗？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，然后他内心有很多的事情，让人家想要去，就想要去探索吧，然后想要去探索他的内心世界。他离开了这个家，他成为了一个，他开始当一个演员，然后去扮演某一些角色。对不起，我不想演法国人。好，张新阳这个女生，她透过不断的追寻爱情，然后在这追寻爱情的过程里面，最后就变成她其实是在追寻一个认同。张安，把小车移开，正好到完工作业。所以他会奋不顾身，即使头破血流都要去跑，去冲一回这样子。有一种爱是很难定义的，但它确实存在在这世界上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请一定要过来看洋洋，请一定要过来看洋洋。